我们靠近一点点。这对于成龙来说，你刚刚是嫌他太小了，对不对？太小看你了哦。啊，生日快乐！拿麦克风帮你拿，对，一口气要把它午睡掉哦。你要自己念还是我帮你念？说想说今天应该很漂亮，就是不可以有任何那个红不红的反应的作用。那你念哦。我没办法念。好，那我帮你。当然。因为就跟妈妈就是相依为命啊，虽然说自己也有姐姐，可是姐姐有自己的家庭。那我觉得一路以来我成长过程，即便我都出去工作了，可是其实在生活上我还是非常非常依赖我妈妈。那我觉得生日收到她的这些祝福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真的到三十岁要为自己负责的事情有很多，然后也希望不要让家人操心，所以看到他在里面给了一些鼓励，而且他的鼓励的方式是好像我们是两姐妹要一起懂得成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感动的。